声音会不会太大声？不会吧。Go， 我们选。我们记得我们第二章的时候，医生死掉了嘛，对不对？医生挂了，然后呢，那个赖瑞好像，对啊，赖瑞嘛，赖瑞好像其实早就挂了。好哦，应该还记得剧情吧？希望不要忘了。哎呀，这是现实吗？还是在做梦？在白色房间，我找羽化的我遗忘别。这是在翻译吗？我奇怪，我记得之前的翻译没有这么烂啊。我找羽化的我遗忘别，别遗忘我的话语，找我。为什么他要倒过来翻呢？这个是故意的，还是他本来就这样设计的、啊？这是拉瑞吧？提布口诀，哎，怎么念啊？但你要对这个地方绝口不提啊！别什么，你什么什么，这里全什么什么耳，倒装句啊！这样子讲话没有比较屌啊？哎、欸，成年的沙利哎、欸。哇！第一次操作成年的沙利耶，唯一信仰的人已经死了，大家可以这样猜吧。唯一信，啊，应该是吧？我该怎样做？绝！这个翻译到底在是公啥？包，纸包鸡，鸡包纸，快跑！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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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关系 ？Oh my god！哎、欸，我没有拉手吧？走吧！哦耶！这是啥啊？啊，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哦耶，哦耶 ，baby！ 这个是可以干嘛的？我其实不懂。哇，挂是不是？原来这里有一扇门，我被追哎、欸！哎、欸，那成年的沙利看起来蛮正的。记者，你为了自辩而放弃法律资源，是否真有其事？是的，我光明正大。你可以为自己开脱吗？你仍然坚持你跟警方说的那些故事。哎、欸，有没有人还记得之前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事情啊？其实我稍微有一点忘光了，我只记得。那一时候警方说的那些故事，好像是那个喜欢彩虹小马的那个肥仔被栽赃成是杀人犯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好像是因为这个男主角好像是因为不小心误杀了他的好友赖瑞，然后就被抓去关，是不是？完了，剧情有点不太记得了。哎呦，我忘记关我的脸书了，烦死了。等一下，继续。我会说真话，是指你原来说的不是真的。我不评论，可以谈谈那位据闻杀你母亲的疑似凶手吗？你如何解释为何会无任何目击者、无任何这些或证据证明此人存在？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记者看起来像男的？我看不出来。他们想给你加上谋杀桑德成的控罪，当真？哦，他是被陷害的。不用看翻译，靠直觉。我还记得一些，主角是男的啦，主角是男的，他不是女的。男主角是男，他是这个蓝色头发，这个男主角是男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但说实话，他们要把那个算到我头上，我也不会惊讶。那查理曼菲特呢？
查理应该是那个彩虹小马的那一位，是不是？我当时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除此之外无话可说。好吧，反正我们套不出什么重要线索，那就问民意调查中得票最高的问题吧。观众很有兴趣知道你的饮食有特别待遇，因为害怕什么波萨那香肠。为什么得票率这么高？我讨厌吃什么？我不喜欢吃什么啊、哦？我喜欢吃什么？关你屁事啊！我不是害怕午餐肉类好不好？我只是啊，说来话长。所以说呢，这个第三章的主题什么香肠的啊、哦？他现在是在准备叙述他怕香肠的原因。距离开审还有数小时，相信时间充足，那所以再让他讲就对了。哎，还真的要讲，好吧。然后我们就回到之前事发当天，波萨那香肠事件，好像好吃。等，我会不会不只是个涂鸦？啊？哎、欸，我可以动哦！哎、欸，我可以动哎、欸！这到底想干嘛？说话？你好吗？有事吗？哎呦！为什么我突然变成火柴人了？说话！你的朋友怎么了？他追寻真相，而真相摧残了他的灵魂。好了，请离开，你的脑袋会吓到小孩的。可以告诉我你的朋友到哪里闯荡找寻启示吗？他探访智慧先知，永在死亡旷野之外。不过像你那样的源头人是无法达到的。种族歧视啊，这绝对是歧视。你还好吗？你的四肢怎么了？哎、欸，他们没有四肢。我是没有啊。要是我问你那个奇怪形状的脑袋是为所谓何事？你会怎么样想？我不是有意冒犯，我只是，哼，去犯其他人吧。奇怪，我玩的不是沙粒吗？怎么会变这个？我想喝喝看爱迪生茶，是有真的那么好喝吗？那个第一章的角色，你好，小姐，别在意我姐妹，她最近因太阳而变得易怒，没关系。可是看看他们都在哭哎、欸，他们为什么要哭？我们的祖先被巨兽撕裂，从此以后画我们时都不会有手脚。祖先被巨兽撕裂，纸张吗？是怎样的妖魔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对此只字不提。要深究的话，你要找到死亡旷野之外的天启。这到底在公山小啊？哎呦，这是天启是不是？你是巨兽吗？好啦，这个翻译倒是蛮到位的，好不好？可以，我喜欢这个翻译。会放记录档吗？会啦。干你娘，朋友！啊，抱歉，别在意，我的脾气跟着太阳升起。嗯哼，到底在玩什么东西？我就是看不太懂。巨兽在过去100年都没有露过面啊！你知道先知在哪？那是我。你知道先知在哪吗？你指那个逾越死亡的风巫婆吗？爬下梯子，总是在梯子下。啊！闭嘴！我们要找巫婆，会不会是你？你好，你不该来的。我在哪？黑暗的地方。这里是死亡旷野吗？太阳燃尽，坏事就会降临。说话，这边有一个橡皮擦，哇，感觉他画了一堆死人那样子。哎、欸，这个是我以前常玩的。哎呦，阿妈，那是你？你是智慧先知？这怎么念啊？才对。我有诸多称谓，你知道巨兽吗？许多年前，他爬越巨穴，好一个穴！数十年前，他蹂躏
他讲的巨兽会不会是我们人类啊？他现在是以一个他们这个小画出来的人物来当视角。数十年他蹂躏的什么柴仲，柴仲是这个我们这些很像火柴人的吗？然后被天上壮丽的爆炸歼灭，天上爆炸壮丽歼灭，该不会是天花板的电风扇吧？柴仲普遍认为巨兽死了，但我们心知肚明，巨穴是什么？远古时代，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纸质表面上创造巨穴，是承载宇宙之中所有知识的洞穴。它在何方？真相对你有何价值？这个也太深奥了吧！我可以付出所有。哎呦！哦，他带我，他让他要给我带领真相了，是不是？火柴人他们简称，对啊，我也这么觉得。这就是巨穴。哇，他们说的巨穴居然是一张破掉中间一个洞的纸。哎呦！哦，很小啊，伯加顿太太，不好意思，费沙，莎莉，起来。哦，是我哎，现在回到我以前的那个，我以前的小时候的时候，我看那不像是数学啊，啊，抱歉，我打存了，我睡着了，测验我已经做完了。我知道，孩子，你的成绩很好，但下课前试试保持清醒好吗？知道了，没有下次。原来他是在做梦啊！我想说，怎么那么跳痛这个游戏？另外，菲尔斯眼睛看考卷，可能看起来很坏哦。哼，哦，菲尔斯很生气。快下课了，离开前切记要交考卷。好哦，我已经下课了。哦耶，是妹子，喂，怪胎啊！这就是这个，一看就知道是霸凌同学的时段到了。致命清高，很冷人讨厌啊，杀 Z face， 旁货霸凌，很冷人讨厌啊 Z face， 哇，这个是挑衅是吧？啊，你看那个菲尔斯，他的那个眼睛好像被人家揍一个 orange， 有没有？你太闲没事干吗？哎，我记得这个女的，这个女的在我们第二章的时候有出现过，对不对？那时候好像是跟一个叫做陶德的，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有追第二集的时候，那个陶德有跟他一起做作业吗？然后我就说，哇，这个妹子超正的，果然还是蛮正的。你太闲没事干吗？闭嘴，婆娘！我不是在跟你说话。那个，你别老是屁股朝着人说话会好过一点，也许还会交到朋友。哇，我们的莎莉真的是很呛哦！滚开，死基佬！我朋友可多着呢。你用那张鸟嘴亲你老爸啊！我被揍了！哇，干嘛混蛋？哎，这个 ASH 怎么称呼啊？艾希吗？还是也不是这样念吧？是艾希吗？你还好吗，莎莉？我没事。来，我们去告那个混账的状。不，别在意，信我吧。那只会火上加油。啊，比他更糟的霸凌我也应付过了。莎莉，你在流血，我很好，真的。来，用我的领巾。等等，别我。你不可以，我哇！他把面具脱下来了，他把面具脱下来了。我记得我们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莎莉的脸真的长什么样子，我们只记得他的脸曾经是被狗咬到烂掉嘛，对不对？然后再做那个矫正嘛，所以要戴面具嘛。脱下来了。他看到了之后惊恐了一下，然后说：“哈，似乎只是小伤口，别担心，不显眼的。”
为什么？是小智，是爱许吧？啊，谢啦，爱许，这是真爱啊！哎，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配角赖瑞兄弟，怎么了？又是他，那个贱人，我要杀了他！赖瑞，我还好，没事的，别担心。大力说的对，我们再生事端，只会也许会更糟。他挂掉就不会了啊？那他准会在学校作祟，然后我们未来两年都要跟那个笨蛋待在一起。哈，不信鬼神的还敢说？你知道我很喜欢你们，但我还是不太相信鬼故事。啊，他还没有亲眼见过鬼啊！我跟赖瑞已经见过鬼了，而且是在他住的那一栋。我们当初是赖瑞搬到我们的公寓啊。然后我们亲眼在第二章的时候见到鬼的样子嘛，好像是。哎，安安你好。啊，真的假的？哎，爱许是小智的英文名哦。所以说真的要放生他，不止啊，而且我想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庭生活如何，他积压着那么强烈的愤怒，背后一定有原因。哦，被揍了还这么替人着想，真是善解人意啊！我肯定他只是在生气。明天有萨隆纳香肠三明治啊，三文治好像是另外一种说法啊。我肯定他只是在生气。明天才有波萨纳香肠，感觉这句话接不太起来。嘿，认真的，我没见过谁会有那么钟情那个垃圾午餐。哦，意思说大家都讨厌吃是不是？监狱餐式的，还有他不喜欢薄饼星期五。那你要不要来个刘德华星期六啊？好，会比较好吃一点。啊，还是要煎饼星期天。有谁会不喜欢薄饼？简直不是人，说不定他是外星人。有没有那种聚在一起会说人家坏话？有没有？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求之不得啊！喂，赖瑞，莎莉没在看的时候，我会帮你一把干掉他的。嗯，我听到了哦。别的香肠别乱吃。哦，波萨纳香肠日，好像就是每一个民族都会有哦。他说这个香肠日感觉好像就是有点类似像是同学会啊，就是会有那种节日有没有，然后就会固定。哎呦，这个谁好恶心哦。哎呦 Oh my god， 是怎样啊？啊，校长不会请一个正常一点的厨师吗？你们有觉得那个波萨那香肠闻起来怪怪的吗？上星期已经有点倒胃口了，今天这个更糟，该不会是用厨师的那个脓挤出来的东西吧？老头，你会像他们一样屁吗？不会啦，听闻是羊肉做的。上星期波隆纳，我一直讲成萨，是波隆纳是不是？波隆纳香肠日后。之后不是有几个人请病假吗？吃了之后请病假。哦，这是谁啊？救急吗？这是念救急是不是？乔治哦，是吗？应该不是吧？这个人有出现过吗？这个绿色头发的，第一章好像跟第二章也没出现过吧？好像是新同学啊。你们别骚扰我的午餐，拜托了，一天就只有这个时候过得最好了。要来吗？我来，我也是，算我一份。陶德，他干嘛揍他吗？这人怎么念 ？My屁股，你们去吗？我留在这里。恰奇，我们要看看那个波隆纳香肠有没有问题。然后就四个小鬼头跑去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那个香肠里面都是人肉，会不会是这样子？
用某个东西做的。我已经想好了，说不定混了坏掉的牛肉，还是过期了之类的，或是坏掉的羊肉。我说这鬼东西超燥的、啊，兄弟，味道完全不像牛肉，很可能是混合各种平价绞肉燥的，像牛肉、猪肉、鸡肉或是火鸡。陶德老兄，你让我反胃了，又来一次热狗事件吗？拜托不要。沙利也许 不无道理，午餐的肉可能出了问题。我想把三明治带到科学实验室要研究，是不是？看看有没有滋生细菌，或者是有过期的迹象。不过要是能知道制造，要能知道制造成分，或许会有帮助。好的，艾许啊，你到实验科啊、科学室帮陶德的忙，我和拉瑞找找相关的香肠资料，好吃的香肠。会不会 Seven 的那个热狗香肠也是这样做出来的啊？是人肉，真的啊，恶心，已经猜出来了。有记录档吗？有啊。你不吃午餐吗？我妈又造了花生酱果三明治，我都吃腻了，好不好？那个，如果你不可以给你吃啊，太好了，贪吃鬼，你死定了，那是人肉，你再吃，你再吃，吃死你！哎，这是打我的那个王八蛋哎，我还在想有垃圾的臭味，原来是你们啊！冷静点，吃你的三明治吧，你，算你们走运，今天是波隆那香肠日，还是怎样？爱吃波隆那香肠是不是？我们去问这个很恶心的人，这是什么名 ？Kin Ken。Hi Ken， 我们想问问波隆那香肠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学校是从哪里买的吗？你干嘛要知道 ？Ken 煮的不好吗？不不不，我们只是想知道它是哪里。给我返回座位，不准再问。可以让我们看看包装，或是没有包装要给你们。给我坐下去。啊，被赶走了，嫩。哎呀，失败了！他总要愁眉苦脸的，为什么还在这里，还留在这里啊？像是小鬼惹他不爽的。是的，兄弟，会不会是 Ken 在午餐下毒？这个地方还容得下许多多一个阴谋吗？但我想值得探讨一下。你可以溜进校长室看看他的档案吗？这段时间我去看看陶德的情况。好，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子分散了，就是我的回合了。可以偷偷进去。南侧。Surprise！ 我不知道打开来个 surprise 啊，那不就吓死了。免了，女厕不能进去。置物柜上锁有万字夹，我可以打开它。有万字夹，我们没有万字夹。这是我的储物柜。看一下照片，万圣节的照片，超好玩的。有这班好友是福气。都是我的课本。陶德建议我今年念物理，我确实很喜欢。我们存活在世界，令人着迷又充满了谜题。然后是什么？这个背包自我在这里上学就在用了，布边有点磨损，好像没什么值得可以看的。我们通常用万字夹开储物柜，快捷又不用解密码，有万字夹就可以打开其他储物柜了。我们没有万字夹，可恶！这是哪里？我回来了、你们在浪费时间啦，我说这个香肠很好吃，完全没问题的。啊，无论如何，希望你是对的。你就最好是继续给我吃人肉，没有关系。103有人在上课。104，是什么？我看一下。
伯加顿太太的教室的课室。3.14159265895897932384646。你们有没有人真的把它全部背下来？我最多最多就 3.14159， 我后面全部忘光了。我捡到什么？哎呦，回纹针，这就是万字甲哎，哦耶！那我要怎么弄掉 ？OK。我们有万字甲了，去开一下别的储物柜好了，偷偷来。食堂。哎呦！艾虚的置物柜，艾许拍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跟赖瑞的旧合照，认识他们太好了。艾许的话剧，艾许和赖瑞很会画画，他们喜欢，他们尝试教我，但我永远不及他们优秀，没差。跟他们一起画画很开心，画的不好，他们从不会让我难受。艾许做的布娃娃，我觉得很不错，他叫他们兄弟，小兄弟。嘿、hey, ，是我，我不知道他放在置物柜里面。哎、欸，有像艾虚的极影集，就是相机啊，怎么叫极影集啊？一公三角，他总是用它拍照，或许会有用，他肯定不会介意我借用。我觉得要拿走是比较好，不要拿走好了。我看谁的？陶德的。陶德从来不缺新发明，难以想象的他是怎样做到，那家伙是个天才。这个土豆灯是陶德在班上展示科学实验，想不到还在运作。陶德是他的男朋友，啊，陶德是 gay 啊！哇，我现在才知道他原来是 gay。好，一个心理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幸福，我看他觉得很高兴。好的。陶德的储物柜有一半要来放书，意料之中。我实在很尊敬他的热情、好奇心和对知识的苛求。好，我们来看一下赖瑞的。赖瑞的背包，这两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事情。现在他已经超越自由，是我的家人。没有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喂，好，各位早，各位早。这是我画的，我想丢掉，但赖瑞坚持要留着。他说，伟大的艺术品不必雅观，只需要传递真挚的感情。我他妈的感受到了，老友，真的。这谁啊？我想那是艾绪利的旧画作，赖瑞会的其实大部分是他教的，互相画画这样子。还有什么？要不要拿走相机啊？其实还蛮犹豫的、欸。可以去开别人的吧。我的置物柜看起来超简单的。哦，原来是这样顺着开啊。而且只能开一种。嗯？我以为旁边的可以继续开锁，好像只能开这几种而已、欸。对啊，就固定这几种没了。我有点想要把相机拿走、欸，说实在的。哎、欸，嗨，你好，顺利吗？老师都在休息室，我在等适当时机溜进去。院子，哦，走出来了，走到了院子。院子后面怎么会有一颗球球？哎呦，掉下来，注意哦，拿这个网球是要干嘛？唔知。帮赖瑞忙，然后这边是直接通到这边，是不是？这里好像跟刚刚不一样，对不对？201，然后这边是科学实验室。哎呦，粘胶贴，粘贴胶。
老登场，有发现吗？还没，你找到成分吗？啊不，还没有。艾旭在哪里？他去帮我拿点工具，我建议他到校工的杂物房找的，照理应该已经回来了，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校工那边。这里我们好像也是只有走到这边来就没东西了嘛，对，这里好像是拿到那个回纹针啊，是拿回纹针用的、啊。这王八蛋还在这里，有何贵干啊？哎，不想理我，快走小鬼，别烦我，好哦，凶神小。我们右边没走过对吧？窗，老师在里面，我想要办法吸引他的注意。我知道了，拿球吸引他们过来这个地方。不见踪影，一定是躲起来了。雀鸟，应该麻雀在上面这样子。背景音乐好奇怪哦。哦，对啊，啊，这本来就是一个悬疑恐怖游戏啊。我想要把艾旭的相机拿走，就这么说定了。我觉得以后一定有用处啊！我就把他相机拿走，拿走，到时候可以拍一下。这样可能可以在关键时刻捕捉到什么画面，有没有？对这个事情的原委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也说不定啊。就这么说定了。好，棒球。掏出，那是什么？不知道，似乎是外面传来的。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也是。又或许是臭鸟。这样子我们应该有帮到赖瑞吧？赖瑞应该可以从那边溜过去了。啊，应该有，看一下。你进去了？对。这道声东击西很聪明，兄弟，我看过他的档案了，那就好，有用的资料吗？那个太赶了，我没看太深入，不过你再分散他们的注意，我把文件拿走，偷走文件档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好，你拿主意吧，谁离开怎么办？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办法。哇，他居然偷了那个，哦，用那个艾许的相机拍下文件，碎啦！来拍、欸、啊，相机嘞？啊，我不是有拿走吗？哎、欸，我刚刚不是拿走相机了，啊，现在不能用，怎么回事 ？What the hell？ 哎、欸，对啊，被我拿走了、欸。啊，对啊，啊，不能用啊、喔。作者一定会没玩过宝可梦，为什么这么说？我准备好了、啊。相机在哪里？没有相机啊！哦，已经给他了，真的假的？他叫我准备好是三小。啊，我还要再丢一次球让他去拍啊！我以为他把文件夹拿来就可以顺便拍了，应该是说拍完了，然后他现在要我再丢一次球，让赖瑞把文件放回去，应该是这样子吧？好，再丢一次。为什么他总是讲一样的话？好好笑啊！感觉就像是那个机器人，有没有？一直重复同样的话这样子。那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哎呀，可能是那只臭鸟。
一直不断重复。成功了吗？兄弟，答案不见了。怎么可能？跟你胡扯罢了，拍到了白痴哦，吓我一跳。来看看，他名字叫做金耶西。我想有办法回实验室见。哎，我还没看完就消失了，是怎样？底片剩没多少了。出生日期1012，好，那电话5554274。教育程度普通的教育发展证书，工作经验业余摄影师。备注：叫 Ken 不要再喂院子的雀鸟了，其他老师都感到烦。看起来蛮普通的啊，我觉得看起来蛮普通的啊。去女厕不是有回纹针？不行啊，那不能用在那里。没塞没塞，那个不能用在那儿。201吗？没错，嗨。不是跟他回去啊、喔？我们好像还要再帮艾勋弄到一个可以解开锁的东西，对不对？该怎么弄啊？重点，我觉得应该是跟院子那边的鸟有关系哦。哎，等一下，电话，我们可不可以打电话554274？哪边有电话亭？我们来打电话引他过去好了，这样可以了吧？会不会 用电话亭的方式把他诱导走啊？这样才有办法拿到香肠啊！不过这里看起来没有电话亭的样子啊，我这样想有没有算是有逻辑，对不对？现在有没有人打下电话打给他好了，约见面这样子啊？你们说什么？拍鸟的照片为什么要拍鸟啊？好吧，好像也只有这个方法了，还真可以拍嘞。为什么我没事要来拍小鸟？我说，为什么没事要来拍小鸟？按 R， 然后呢，我有了这个之后可以干嘛？啊，我知道了 ，Ken 是摄影师，我们拿照片给他看，跟他说有个漂亮的鸟儿，那不是他在喂的吗？哦。原来是这样啊！老头昨天不是说要在汪达巨像里面抓鸽子吃果实？那种东西太浪费时间啦！我要那个美国时间在那边抓鸽子吃果实哦。耶，我有东西要给你，什么东西？照片的小鸟是你拍的吗？是吗？对，我拍给你的，算是。为什么突然跳 game 了？哦，吓我一跳。没事。算是谢你的辛劳工作，你是个好孩子，莎莉，谢谢。那个啊，我在想，你可以告诉我学校是从哪里买啊、哦、波隆那香肠的吗？为什么你对那香肠那么有兴趣？哦，那个我和朋友都很喜欢，想知道在哪买的。是伯加顿太太自己造的，100%纯牛肉，他每星期到农场提货。你给 Ken 的好照片，多给你一点肉。哎呦，谢谢你！哇，我们终于拿到原料了，我们可以回去了。不要给我卡哦！哎，我这电脑是要爆了。感觉我的游戏随时随地都会跳 game 的那种感觉，好黑暗的游戏啊！因为它是黑暗游戏 ，Yami no Gen 啊，游戏 boy 到手了，完美。可以说是伯加顿太太造的，哇，不可能啊，兄弟，他是住公寓的，怎么造得到肉制品？对耶，我忘了他住那里，很少见到他呢。我入住以来，大概在大楼。
卡住了，我要不要重开一下？我就觉得我电脑快爆了，是不是？开个视窗画完看看好了。他总是很晚回来，我想他有兼职，教师的工资不是想象中那么高，所以很普通。但是波加顿太太在家里经常很多噪音，很离奇啊，就在做人肉啊。那怎么办？要直接问波加顿太太在做什么奇葩工作，还是完全向侦探的方向走呢？啊，我也不知道哎，你说呢，莎莉？找波加顿太太先打探一下，事情的发展让我很不安。要是真的有什么邪恶计划，还是不要让波加顿太太知道我们在调查好的。同意，说的对啊，莎莉。好了，不如你跟赖瑞趁老师在小休，到波加顿太太的教室看一下。啊，然后他们要完成香肠的分析。耶、yeah, ，我们可以去他的教室看一下什么东西了。哎、欸，进来了。我要你帮我把风，在门口留言有没有人来过，交给我吧。桌子。可恶，他把抽屉上锁了。密码锁。哇，让我看看。谁会知道密码，大哥？2334。等一下哦，上面会不会有什么？会不会有什么抽丝剥茧的谜题呢？哎，齐小姐安安，卡了真的假的？游戏有卡吗？我看一下。没有吧，我觉得游戏很正常啊。我来看看。哎呀，很正常啊。会不会是上面的3141啊？我觉得是3141耶。3141。哦耶！兄弟，厉害呀、啊！里面有什么？就是数学的测验卷。等一下，里面有暗格。哇，里面有些怪东西，又是什么？不知道啊。哎呦，这什么东西？小瓶里面的像是香料，也许是煮食用的。然后鸟类的骨头要干嘛？有点诡异。是圣经，已经很残旧了，但没什么特别的。这是什么奇怪金属？先等一下再拿。水晶还蛮酷的，不知道伯加顿太太用来干嘛的。还有纸条，一堆写满杂乱无章的笔记和符号的纸，似乎是用一种烟雨写的，完全看不懂。我把这拿走。有另一个金属，像是混账，怎么了？又来了？对我，哇，我们又遇到鬼了。吾举同别尼尔成托壁，如果倒过来念是壁托成，而你别同吾同举吾的公三小。真的，也许你只是脱水，而且午餐什么也没吃过，搞定了啊。过去了，但别在意，我们去找陶德和艾莉旭吧。艾希利喂，我们在伯加顿太太的桌子找到可疑的东西，分析有结果了吗？没有发现任何有害化学物质或是细菌，不过我想可以一致肯定是有蹊跷。无论如何，暂时不要跟那个谁乔吉啊，恰奇。啊！提起这件事情，他们不再供应肉卷时，那小可怜差点心脏病发，就多爱吃肉啊！对了，艾旭说的对，的确是在确定是什么一回事之前，我们先保守秘密。嗯，我想我们知道要做什么了，气死我了！我又不能参加行动，爸妈回家前我要照顾 Ben。也许我稍后加入吧。所以说我们的。我们的这个艾许呢，要先离开了。当日稍后，我要准备点时间准备。很好，我有点事要完成。大家准备好就到陶德的房间集合吧。好的，完美，行。啊，现在又变我一个人了。
我们好久没有回来这里了，这里是不是变得很多？罗森伯女士的家，那个老奶奶还在吗？还在哎，哇，老奶奶，嗨，你很累似的，还好吗？啊，是的，我无恙，只是在思考，稍微分神的，你懂我的。你在读的书已经看完了，是的。你之前好像挺喜欢的，怎么了？结局不合意吗？大部分故事结局都是自己说自话的谎言，只为创造那虚假的希望。什么意思？啊，什么现实没有好结局啊，莎莉？我们最终都归于同一个可怕的结局——死亡。那可说不准啊，罗斯。即使的确如此，这不是让生命更可贵吗？在长夜降临之前，只有一次机会可能发光发亮，所以我努力的过最好的人生。你不是啊，孩子。哦，别放在心上，孩子。我欣赏你对生命的积极态度，那种心态恐怕我很久之前就失去了。好，讲完屁话可以走了。他弟弟是圣坟，你知道白痴公主吗？我知道啊。又在那边乱打字的，弄一下好了。那奥北帕里呢？101，啊，又是这个女的，这个女的还在啊？你想要什么，莎莉？只想关心一下你的近况。我年纪不算小，但我可以照顾自己，谢谢关心。哼，哦，这么凶啊，凶三小。集训太太，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什么奶茶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爱迪生茶。晚上好，莎莉，你今天过得怎样？嘿，爱迪生先生，我很好，你呢？好极了，年轻人。你喜欢新招牌吗？我很喜欢，要感谢你和赖瑞哦，那是我们画给他的啦。我记得第二章跟第一章的时候没有这张图，我们共同画了这个图，让他就是卖茶这样子。现在好像自己开了一间小茶室的，真怀念免费赠茶给租客呢。可惜我实在入不敷支。你喜欢就好，我觉得付钱喝茶是非常合理的，大家都能理解。那太好了。有新租客吗？恐怕没有，但下周会有人来参观，所以我还是有希望的。哦，有什么能帮得上忙，尽管跟我说。太贴心了，莎莉。好，再见。爱迪生是这栋房子的房东啦。然后呢，第二章跟第一章的时候，爱迪生他就是继承了家业，所以说来这个 房子里面当房东。可是他的梦想是想要 开一家咖啡馆，应该是吧？开一家茶馆啊。那他的茶是真的超好喝的那一种啊。所以说到第三章，现在我们帮他画这张图，就帮他卖茶这样子。没有人住这里。经典的来了，这是什么类型的游戏啊？恐怖游戏，恐怖解谜吧。亨利费沙，亨利费沙，亨利费沙，垃圾，垃圾，咦？萨尔费沙有我的信，嗯？没回邮地址，奇怪。哎呦，是爸爸来的信啊，爸爸的信啊，去202碰面，晚点再来。晚点再来是吧？我们不能出去了。202到底再去吧？我就想要把周围稍微熟悉一下。距离第二章跟第三章距离实在是有点久啊，有点忘记了。而且哪时候多了5楼？是我错觉吗？去地下室好了。还是没货。我们住地下室啊，啊不对，这是赖瑞家是不是？没错，这是赖瑞的家。赖瑞他妈，丽莎，嘿，莎莉，今天好吗？我很好，你没大碍吧？医生不是说多休息几天吗？哦，我没事，好孩子，不用担心。况且我们的水管出了问题，要维修呢。要爱迪生先生烦恼的事够多了，我可不想要总是躺着呢。最少让我分担一下吧。
赖瑞他说：“兄弟，别浪费时间跟我妈说道理了，你知道她比我还要顽固。”哦，闭嘴啦，小来熊啊！那别这样叫我，嘿嘿，明明就很喜欢。无论如何，谢谢你的好意，莎莉。不过这些小维修我还是处理得来，没问题的。而且多动点火没有对我有好处，那随你吧，但不要勉强自己好吗？需要帮忙跟我说，没问题。OK， 结束。我可以直接去，欸、他在洗澡、哦。有人啦、啊，兄弟，赖瑞在洗澡。赖瑞，你底下谁辛苦？哎、欸，这边怎么会有一个花瓶？看来丽莎收到花束，有张小卡，上面写着“早日康复”。亨利，亨利是不是？亨利是谁啊？哇，这个是情书吗？爱的表达啊，爱的表达是不是？靠背啊！啊，吓死我了！抱歉，我吓一跳。女版的杰森。偷窥。那什么东西可以拿？哎、欸，我们有没有到最左边过啊？好像没有。左边也没路。好，我们B1 逛完了，去 B2 看一下。不要去 B3 好了 ，B2 待会再逛。因为我们的目的也是二楼 ，David 的家。哎呦，你是谁啊？有这个人物吗？嘿 ，Sally， 今天几点啊？嘿 ，David， 没什么，我刚放学回家。哎、欸，你不是在放假？大学生放假，我们假期要等到月尾呢。哦，明白了。哎、欸，为什么我的手机的那个 Siri 突然发话了？有鬼哦！我刚才说 “Hey David”， 然后之后我的手机就噔噔，好恐怖哦！我在逐字念，你那个手机不知道在闹什么。你跟莎拉还好吗？你懂得，我们聊聊我们两人世界，开心到无朋友是吧 ？BB， 那个人偶是莎拉是不是？哦，亲爱的，别让我朋友在我面前红啊！爱你啊 ，BB。啊，对了，莎莉，我在最近有点失眠，真好笑。我念是因为那班大学生在放假，也许习惯他们很吵，假期还有几天就结束了，很快一些就回归正常了。好消息，好消息！哇，那你不让我过哎、欸？哇，这是他老婆哎、欸，没有下半身。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啊？啊，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啊？买一只充气娃娃放在床旁边，那是我的老婆这样子。好，可以幻想一下，是不是？我的心差点吓死。啊，你不是很会吃？啊，恰奇，有问题吗？我老是听到怪声。啊，对啦，他就是第二章的时候很爱吃的那个胖子啊。可是我想说，这个胖子怎么颜色变绿色？还是我错觉？我印象中他的颜色应该是咖啡色才对啊，就是鬼怪那一种，像是抓墙啊、呻吟啊之类的。也许只是墙里有老鼠，老鼠才放不下心呢、啊。没事的，你跟我们一伙玩嘛。不免了，看得出你们又有什么鬼主意。上次我跟过来，结果整个星期都失眠。啊，对耶，我告诉你，梅根啊，梅根说。吓到你，很抱歉 ，Maggie， 就是他之前有带他们去找那个女鬼啊，然后他好像被吓到，整个星期不敢睡觉这样子。跟他混熟了，他很可爱的我，但上次他一现身，你就拔足狂奔。我知道，我想他人很好，我有试过，但实在太可怕了。如果你不想一个人，随时欢迎你跟我们一起玩。知道了，谢谢。为什么你站在这里？我在等爸妈回家，应该早就回来了。有什么要帮忙的？你有巧克力吗？抱歉，我没有。好，不理他。
304，有人在家吗？嗯，应该有人在这里住过。304不是当初的案发现场吗？我记得304是当初那个，当初那个谁的案发现场啊？那个谁被杀掉，我忘记了。哎呀，又有点不记得了。如果你们要追溯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之前的啊。啊，这个记录档我应该会把它剪得比较流畅一点，然后上传。啊，你们就可以看得比较顺这样子。塑胶人只有胸，我看老头你只有两只手可以当女友，手比较好用啊，还要胸部，要胸部干嘛？对不对？有手就不错了，就这样。啊，是不是这个？对啦，是这里啦。我那个声音，你看地上还有之前的血迹，有没有？有。没人住在这里。B1 的柜子有跟水管一样的液体。逃亡小马被杀掉了，真假的？他不是被抓去了吗？他不是被抓去关了吗？我记得他被抓去关了啊，还是被抓去关之前死了。大力，我今晚要回去工作，会很晚回家。要是你不跟赖丽莎还是赖瑞吃饭，冰箱里有点剩饭。对不起，我最近都不在你身边，爸爸。阿爸，阿爸的愿望。这还是爸爸的话，我唔听。哎呦，靠！被我吓一跳。这怎么念啊？嘎吱某。我不知道你在这里。我记得很好笑是，之前第二章节的还是第一章节的时候，这只猫在看电视啊，现在居然在自己泡澡，搞笑呢。这我的房间，我们回来看一下我房间，拿到什么？哎，又是这个 Super Game Boy， Shift 使用按 R 启动。这样我们又可以看到鬼了，太棒了！有什么东西吗？茶杯，茶杯还要拿？为什么？啊，我们可以去再去喝一次茶，对不对？我们再去，等一下有空再去找一下那个爱迪生，爱迪生嘛，还是什么生？管你什么生，爸爸的电脑。但不知道密码。谁知道密码啊？8214、8217。谁知道他的密码啊？6871。啊，算了，放弃了。应该是以后的事情。欸？往下有点东西。妈妈的旧照片，我以为爸爸全丢了。嗨，妈妈，回想你，愿你安息。背后还有手写的便条纸。Henry， 你是我黑暗中的阳光，难以实在难以置信，我们会有个儿子。我快乐的不得了，一切都很完美，迟滞不语。啊，你过来，我要放回去了。拿了之后又放回去了。我又要再看一次的靠腰。他爸叫 Henry， 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扫到什么鬼魂之类的，还是没有。0204，这是 Windows 95哦，哇，好老旧哦 ，Windows 95。欸，我们可以去刚刚那一个那一层撞邪的那个那栋房子，在这里吧。我来看一下鬼，该有吧？欸，真的有欸。我们来看鬼。哦，又是你啊！对啦，桑德成太太啦。当初他太太就是在那个桑德成太太在这边被杀害啊。你好，莎莉。嘿，桑德成太太，你最近如何？我尽可能早点活干，不然我快要疯掉。我很害怕自己永远走不出这个鬼地方。
还没见到白光之类的，很不幸还没有呢。但我不想显得不知感恩的孩子，那只可怕的妖魔已不在，已经让日子好过多了。他实在残酷不忍，了无希望，有点难解释。对不起，我想帮忙。陶德跟我一直都在研究，但等一下，孩子，是的，在这和我说话。好的，知道了。是的，好的，我明白了，我会的。哇，自言自语啊。达利，我要给你一点东西。你刚才跟谁讲话？对不起，甜心，我要走了，请保重。What？ 跟谁讲话不讲？他给我什么？情书吗？写了我的名字。啊，是空的。一封空的情书。现在在跟我开玩笑吗？哎、欸，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照啊？找不到，他的嘴巴是脖子，因为他被割喉啊。